我给你看好东西，这个是消气服，不管我姐有多生气，天然都能立马消气。哎，不信是吧？我试给你看，走。姐，你见过孔雀喷水吗？没有。看着啊，孔雀。哇，哎呦我的妈！喷水。我够了吧你？小气儿。姐，这还有一张，来试一下，等一会儿下雨落再去。嗯。姐夫，嗯。病吧，你不是在等下雨吗？我说的是给你姐在网易摔手之地上这场雨啊！我和你姐已经在这里面僵持好久了，正好这游戏刚出了个改变天气的气象战新玩法，我一会儿正好暴风雨，管护李嫣跟你姐驻守在赤壁的顾远来骑兵，我就可以攻下幽州了。这么多水兵，光下雨，顾远来再劈个雷，你姐生气了咋？有福你怕啥？行，那我再劈个雷。啊！好啊，你不去联合我就算了，你现在瞅我看。